针对达赖喇嘛访台造成的争议，星云大师昨天是接受了大陆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这次达赖来到台湾，应该让救灾的地方来邀请，没有受灾的地方邀请他，就是宗教之外的政治操作。这是灾情，要让救灾的地方来邀请他，他又不是没有受灾的地方来了邀请的，就是一种说宗教以外的，我们说政治操弄了。好，星云是指出达赖喇嘛这次不应该来台湾，因为程序不对，正因为程序不对，时间不对，地点也不对，来了就会引发问题，希望对两岸的关系不要有损失。他更表示了，这次达赖到台湾来对他是不利的，而对民进党当然也是不利的。对达赖呢，他是一位宗教人士，要来到台湾理应该是由宗教界来邀请，用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途径来邀请，当然他就变成了政治人物。